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奶生不藏私，教你变大师。那么上个礼拜呢，我们谈到了英国腔的三个技巧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？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谈谈看英国人讲话的几个小习惯，让你讲话可以变得更道地哦。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先点右上方的连结去看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今天英国人说话的三个特点吧。第一个就是英国特有单字。例如说，像是垃圾桶，在美国叫做 trash can， 在英国却有一个特别的单字叫做 bin。是啦，使用英式英文的单字就跟英国腔的变音一样重要。这个概念就很像今天有人用台湾腔的中文跟你讲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啊？”虽然你也是听得懂啦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应该不是台湾人吧？”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英国人最爱吃的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。那这里的 chips 指的就是薯条的意思，这跟美国人说的 fries 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你会说我们之前学的这个 chips 它不是洋芋片的意思吗？哎，是的，不过那个是在美式英文的说法，在英式英文的说法呢，洋芋片是叫做 crisps。超难念的。那除了名词以外，像是 wait in line 排队这个动词片语，在英式英文里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单字来代表它哦，那就是 queue。它的发音跟 Q 差不多，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摩吉很 Q 的 Q 发成四声啦。好啦，接着第二个要谈的就是生活用语的部分啦。首先就是英国人最爱讲的 How are you 啦，那这个他们真的有的时候也只是见面的问候而已，所以你真的也不用太认真的去回答他们。就像我常常累个半死的时候被问 How are you， 那我永远都是瞬间变成Not bad, thanks, and you？再来就是他们的谢谢也可以说成 cheers， 状况是用在感谢陌生人的小帮助上。那例如像进建筑物的时候，如果看到后面还有人要进来，那英国人通常就会先把门 hold 住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cheers 来感谢他咯。当然 cheers 也是有原本干杯的意思啦。另外还有一个我超常遇到的 fair enough， 诶，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的 R 不卷舌吗？ fair enough，这个我常遇到的时候就觉得说，所以现在是叫我闭嘴不要再讲话的意思吗？但是啊，为了拍这部影片，我还特地去问了我的英国同学，他跟我说 fair enough 其实也有 OK I get your point 的意思，但是你也不可否认说它还是有一个结束这个话题的功能存在，这感觉就很像是我们中文说的哦好吧。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句点的气氛？第三部分，口头禅。在跟很多英国人聊过天之后呢，就会发现他们超爱用一个单字叫做 literally。 欸，还记得我上次说过 R 会跟前一个音节的 T 合体变成 literally 吗？那它是个副词，但是我真的必须说 It's literally not what it literally means。 这个真的就很难解释了。如果说你去查字典 literally 这个意思，它还会跟你说有简直、其实的意思，但是就我的观察呢，英国人很爱用 literally 来强调一句话的语气。比如说在家遇到室友，你可能会问他说 Hey man, how's your day? 他可能就会回你 Nothing much, I literally stayed in my room all day。翻译成中文就会很像年轻人爱说的甚至吧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刚刚说的 It's literally not what it literally means 的意思了吗？第二个 literally 可以解释成它原本字面上的意思，那第一个 literally 这里就可以解释成甚至咯。 Oh my god， 我都快变成绕口令大师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三个英国人讲话习惯啦。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英国人就是出了名的难聊，但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跟他们够熟的话，他们人还是很 nice 的啦。总之啊，之后等疫情过去，可以再多学一些的时候，我再来更新这个系列吧。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其他英国相关知识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在下面跟我说，说不定你的主题就会变成下一次的奶生不藏私哦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分享给你所有想要学英式英文的朋友们，一起变大师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听说订阅我的人都变成被问 How are you 就能治好坏心情大师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